这道料理叫做什么？香煎马铃薯松露奶酱，抓一点这个百里香，百里香增加它的风味跟香气。嗯，要不要试一下？哇，很浓厚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用熔岩瀑布的感觉。哎呀，这个太邪恶了。今天准备了什么？热沙烤串，马上香气就上来了。这个是我们做那个热沙酱的酱底。哇，颜色已经很漂亮了，金黄色了。好，直接放上来刷。它很 juicy， 重点是我觉得这个酱调配的非常好。全素的面线糊，这些东西就是一个诀窍啦。为什么陈妈妈的面线糊做的就比张妈妈好吃？就在这个小细节，是让每位妈妈做出不一样的面线糊，一定要看幸福食堂。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，幸福食堂，健康美味的日常。